公司咧係同股同權嘅，我身為教主都係揸住手頭上唔夠1% 嘅股份嘅啫。咁但係最近我聽到我個細侄阿媽佢上市嘅時候咧個做法就係採用咗香港而家好 hit 嘅同股不同權架構，為咗推動本地嘅創新科技嘅發展，容許一啲新經濟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喺香港嘅主板上市。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創科。 容許同股不同權嘅架構嘅企業上市。咁 innovation 同股權究竟有啲咩關係呢？咁等我哋不如問一問阿 Siri 啊，睇下佢有咩睇法。Siri 啊，我想請教下你，究竟呢個同股不同權係咪就係等同於創新同埋等同於高科技呢？ 我唔知喎，冇咩事，我出翻去先。咁啦，嗱，有啲聲音咧就會係聽得清楚啲嘅。 我聽到咧就有啲股民話：，喂，我哋錯失咗一個發達嘅機會喎。同股不同權咧，就保障咗創辦人。咁小股民又靠咩去保障佢哋呢？正如你哋個前局長陳家強咁話：，咁我哋美國咧就有呢個集體訴訟權啊嘛。咁所以當一啲小股東俾人揾笨嘅時候，咁佢哋都係投訴有門啊嘛。 咁最近咧，我睇咗一個哥倫比亞大學所做嘅研究。咁個研究咧就係話，同股不同權最初嘅時候咧，對啲新公司咧就係有利嘅。咁但係耐咗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反而對呢啲公司咧個估值係冇利嘅。咁所以當日子耐咗，佢哋嘅創意冇咗嘅時候，就搞佢哋唔走，咁所以個公司嘅發展咪唔好咯。 咁所以有聲音話同股不同權咧，應該有一個日落條款嘅。咁喺呢個357年之後咧，咁呢啲同股不同權呢咁嘅特權嘅情況咧，就應該會自動消失啦。There's one more thing， 好，多謝埋我哋嘅新 product 啊，各位觀眾 ，IME， 阿Lay呢間公司咧就係香港第一間。 以同股不同權形式上市嘅公司，咁但係好唔好彩咧，第一日上市就跌破咗招股價啦。咁中證監咧，亦都向佢哋發出咗30版84條問題。而最慘嘅咧，就係上海同埋深圳嘅交易所咧，亦都宣布暫時阿Lay呢間公司咧就入唔到北水可以買到嘅港股通嘅。你冇買股票。 可能會覺得嗰啲咩同股不同權，我咪事啫。不過咁，你有供強積金噶嘛？咁你又知唔知你供嗰份強積金有冇投資到喺啲乜嘢股票基金度咧？講多咗啦。我都係走先啦。歡迎大家收睇《講錢講呢啲》。最近有好多新嘅名詞。 同股不同權啊，生物科技其實係咩嚟嘅呢？又有啲咩機會呢？今日我哋請嚟香港交易所嘅主席查史美倫同我哋傾偈，歡迎你啊 ，Nora。 喂，其實講起咧同股不同權咧，我哋為咗吸引好似類似小米嘅呢啲同股不同權嘅公司，我哋又改咗例啦。以前我哋堅持同股同權啦，而且咧仲用光速，即係行內人啊話光速審批，未見過嘅光速審批。 咁然後我哋嘅各高層官員咧喺未批咧就已經差唔多話小米嚟㗎啦，即係而家咁樣睇法係咪有啲大熱倒做啊？你覺得？第一，你用你話行內人講嘅光速審批呢、這個咧，我就唔同意嘅。4年前我哋
冇接受到阿里巴巴嘅申請嚟香港上市。到而家小米上市一共四年多嘅時間，反覆諮詢，大家尋求共識，好不容易就喺舊年年尾大家達到共識。咁既然係做咗一個決定啦，我哋唔能夠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時間上個審批，因為可能係大家對佢係有好有期望，而市場上嘅人士咧，亦都準備得功夫係比較好。佢亦都唔係唯一嘅一隻咧，係嗰個審批嘅時間係比較短。咁你至於話係我哋放棄同股同權咧，我亦都唔能夠即係絕對認同呢個講法。新興嘅經濟包括即係呢啲好似小米呢一類嘅企業。阿里巴巴呢一類嘅企業，或者係我哋講嘅生物科技，呢啲都係一個新嘅領域。新嘅領域一定係會有風險。咁我哋點解要經過咁長嘅一個時候、一個時段去諮詢呢？就係喺點樣去尋求一個點樣喺發展市場嘅同時，保存翻我哋嘅核心價值。兩個監管機構，即係港交所同埋證監會。本來咧就就呢樣嘢咧仲拗緊嘅，係咁啊！特首講完之後咧，又冇再拗咯，咁就砰砰聲咁就出曬咧成台嘢。會唔會俾人一個印象咧？就係政策先行，監管配合。我覺得唔係，幾時都係政策同埋監管要平衡嘅。即係你如果監管，你冇政策，你監管嘅係現有嘅嘢。你有新的東西來，一定要有個政策，然後你的監管是配合。那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吻合。有些東西呢就真的已經二十年了，有些就是我講上市條例裏面是應該是用一個新的眼光，同埋我們香港的市場跟以前都不同啦，參與者不同，就是那個結構的成分也都不同。所以我們一定要不斷地去探討怎樣在保持我哋核心價值嘅同時，發揮到我哋服務實體經濟嘅作用。青蛙可以變王子，玻璃可以變鑽石，咁咩藥可以變成金？除咗同股不同權，香港交易所今次上市改革仲准許冇收入、冇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根据港交所讲法，制药、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医疗设备用品、医疗技术等等公司，预计市值有15亿，都可以申请上市。在美国，纳斯达克有接近400只股票是生物科技公司，而而家纳斯达克生物技术指数是10年前的4倍。台湾都有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但是股价咧就被形容为独潮水。咁亚太区边个国家的生物技术发展最好呢 ？Australia、日本、韩国，是中国。其实很多间生物科技公司咧都立足在中国。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很自然地去搞好這個生物科技的板塊，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事。間公司又沒有收入，粒藥就還在研發中，那怎麼界定它值多少錢和股價？這件事呢真是一個字是靠股的。我們也都會找生物科技的專家、顧問公司去看看究竟整件事是做成怎樣樣。哇，咁我想问一下咧，啲生物科技股嘅风险大唔大噶？初期嘅时候咧，嚟上市咧，可能龙蛇混杂，系咪？有啲唔好嘅企业都嚟上市，喺度即系博大雾咧。咁嘅时候咧，然后出咗事咧，系嘛？又可能影响咗整个市场嘅信心啊。因为本身只药嘅研发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花费嘅，即系好大嘅费用啦。咁然后，競爭其他第二隻藥出現的機會亦都有噶嘛，咁所以變成咗咧，其實究竟呢啲公司之後會唔會有一個潛在嘅倒閉風險咧？其實係一定有嘅。
啱啱做嘅一個重要改變，就係俾一啲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嚟上市啦。即係知識水平好高，非常專業。咁我甚至同有啲即係做咗上市公司核數咧，即係都數十年嘅啲老行專傾偈啦。佢話唔識，係而家大家嘅態度咧就係少做少做，不做不錯，即係點啊？我唔搞。哦，咁咁呢一個問題咧，嗱先講下交易所啊。嗯，我估你哋同事都有呢個挑戰噶嘛，因為你哋都要審批噶嘛，點搞咧？嗱，第一咧，我哋有一個專業嘅panel， 我哋係揾咗生物科技呢方面嘅專業人士，喺外邊招聘嘅，就佢唔係同我哋做 full time 嘅，即係同上市委員會一樣嘅。佢哋咧就睇，譬如啲生物科技嚟嗰陣時候。呢間公司講嘅係咪真係生物科技添？佢淨係睇呢樣嘢，佢唔睇你係咪上到市。咁然後咧就行翻我哋正常嘅上市渠道啦，就經過上市委員會照現有嘅上市規例嚟審批佢係唔係適合上市。即係大家都知道喺外國嘅生物科技公司咧，有成功有失敗，可以話失敗嘅比成功更多。咁呢一個係呢一個生態裏邊嘅自然嘅一個現象，我哋要抱住嗰個心境去睇呢一類嘅公司。咁既然知道佢係高風險嘅，亦都唔好話有一兩隻係冇成功咧，就話啊你呢個板塊或者係港交所引進呢個係失敗，即係要俾佢多啲耐心。雖然嗰個專家小組佢做佢把第一個關啦，咁但係跟住後邊嘅關咧。包括上市部啊，亦都包括上市委員會啊，全部都唔係呢方面嘅專才嚟嘅。咁但係真正個審批權就係喺佢哋嗰度啊。係啊，咁呢一樣嘢點樣去保障到投資者咧？你保障投資者就兩樣啦。第一，佢就係佢講嗰啲嘢係真嘅。哦，你如果就造假，係咩造假先？你話如果佢係科學方面個生物科技嘅造假，咁我希望佢喺第一。浸佢就過唔到啦，個專家小組。如果你話係嗰啲平日上市過程裏邊嘅數，即係帳目造假，咁嗰啲我哋就要同平日嘅企業一樣咁處理咯，係嘛？但係香港有個特別之處咧，我諗即係喺主要金融市場裏邊咧，好似我哋有咁大比例嘅散户咧，都係相當少嘅。咁呢一類咁樣嘅咁高風險嘅股票咧，其實係咪適合即係引入香港咧？我當然我哋覺得係適合啦，因為你如果一個市場要發展，一定係有啲風險嘅。我哋回顧翻二十幾年前引進國企嚟香港上市，當時嘅風險都大㗎。哦，連公司法都未有啊！公司法內地公司法未有，證券法未有。咁我哋都亦都係諗咗好多，而家可能係一個好舊嘅名詞，大家唔記得啦。必備條款係啊，嗰陣時係我哋即係啲團隊諗出嚟嘅一個辦法。咁佢上市同交易所簽咗合同，佢如果唔遵守，就係違反咗上市規則。我哋係用咁樣嘅一個方式，而家諗下都相當嘅有創意啦，可以話係咪啊？咁風險有嘅喎。好，我哋暫時休息一下先。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京讯》。正所谓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相信大家都听讲过散户买股票中招的事件，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公司的底蕴、基本因素，甚至有这些公司是个别是刻意做假账的，而当中不少都是来自内地的民企。散户對呢一啲騙局咧都應該絕不陌生嘅，咁所以我哋咧由今集開始同大家先睇一下呢啲騙徒嘅心理狀態先。出事嘅公司咧，比較大嘅部分咧係國內嘅公司嚟嘅，因為國內嗰個司法制度又唔同，國內亦幅員都幾大啦，好多時咧都係不了了之。因為香港的股票市場始終是交投比較高，市值都比較大，所以如果他哋造假係成功咧，佢哋嘅得益咧。是可以講緊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造假的上市公司我哋見過不少噶啦，有一啲咧係土法煉鋼式嘅啦，即係話咧由頭到尾，由佢嘅業務啊、產品啊，去到數字，係成本、收入、盈利，通通都是假的，而
見過一啲咧，就係做進出口嘅啦。咁喺出邊開一間分銷公司，其實係自己嘅，就當係買家運出去嘅咧，亦都唔係真實嘅貨物，可能係石頭，可能係垃圾。我身為資深嘅 Madam Ching， 曾經咧都見過唔少呢啲造假嘅上市公司，而當中咧係最震撼、最經典，同埋咧最令到大家印象深刻嘅，當然咧就係五年前啦，有一間被證監會勒令清盤嘅中金再生啦。佢之所以咧係成功上到市，完全咧都係靠造假，當中咧呃埋保薦人、核數師、律師、銀行家。呢啲咁專業嘅人士都受到上市公司嘅瞞騙，咁試問我哋一班普羅嘅散户啊、投資者，又點會唔受害呢？以下等我哋嚟睇一睇會計師係點樣被上市公司呃到嘅。我見過有啲係年號嘅開銀行帳户嘅客户，咁你兩個客户一齊拍住拖去開户口，先至會有年號嘅 number 啦。咁我攞住呢啲咁同個客講，點解你兩個 customer 俾錢個匯款號碼係年號嘅咁樣？嚇，呢個係真人真事嚟嘅。我哋又好慘嘅，因為佢本身佢哋即係我哋去問佢哋攞啲證據嗰陣時咧，佢哋可能都已經炒咗我哋。咦？點解有啲公司那個銀行存款係唔見咗嘅咧？咁樣樣咁其實咧。所以銀行存款不見了，當然不會是大家一塊現金在桌子上突然間變魔術消失了，其實呢就是牽涉呢通常都是一些假的銀行對帳單，開頭你可以說是真的是在紙上印出來給你看的，另一個呢就是一些假的銀行職員在一個真的銀行裏面，他開了一間會客室樣去跟你做一些文件，但是事後發覺呢其實只不過呢可能是一個門衛啊，或者一個清潔工啊，是收了一點錢是開了一些門是給陌生人呢是進去扮他們的職員樣咯，也當然預見過呢就是其實是整間分行呢包埋嗰啲 teller 啊，包埋嗰啲 ATM 機啊，冚唪都係假嘅，亦都發生過啦。當然啦，大家幾努力都好，始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問題嘅上市公司爆煲之前，究竟有冇先兆嘅咧？一定有跡可尋嘅，尤其是上市公司嘅內部職員啊，高層，好似內部嘅財務總監、公司秘書，甚至係獨董，甚至係正常嘅普通嘅董事、執董。如果他們出現了跳船、辭任，那投資者已經要很 alert， 打醒十二分精神了。當你發現一間上市公司無端白事，連外部的核數師都辭任，甚至他是給這間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提出保留的意見，有保留的意見，那作為一個投資者，為安全計，你都是走為上著好了。作為一位醒目的股民，千萬不要只見到股價升就不斷買不斷買，以為有得到就精神好，否則的話一定是你玩股估玩你。我哋翻嚟繼續同阿 Nora 傾。其實咧喺香港咁多上市公司裏邊啦，歷年嚟咧都出現過唔少造假嘅問題，即係嗰度個帳目就係假嘅。所謂即係種蘭花，其實種菊花啊，或者嗰啲魚苗根本就冇嘅。呢啲例子我都見過好多。一個有趣嘅現象咧，就係將裏邊咧中國企業，即係尤其是係民營企業咧個比例咧極大。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係反映到係有一個有冇個制度上嘅問題，例如一個人佢香港犯咗事，佢跑去內地過羅湖橋，咁佢又冇問題㗎啦。我哋嘅監管機構要去查佢得，不是這麼容易，即係要需要好多內地嘅配合啊，咁樣嘅。係咪呢一啲原因先至令到我哋會見到咁多民營企業造假咧？定係你即係你係行內咁耐啦，你會見到其他因素咧？我想要第一，大家要知道咧，而家喺香港交易所上市嘅公司裏邊咧，內地企業佔嘅成分係多嘅，差唔多六十市值係66% 嘅。咁如果照比例嚟講咧，咁佢自然發現違規嘅公司咧，可能佢嗰個成分係會比其他三分一。如果照純粹係照比例嚟講咧，係應該係會多啲。咁你話點樣去處理呢一類嘅造假問題咧，兩個方面，一個咧，如果佢係上市前嘅帳目造假，
這個是我們上市把關不好，或者是沒有查清楚。上市那時候他是沒有事的，上市之後的行為呢，我們作為交易所呢的監管能力就是非常有限，那個就是證監會，就是香港證監會的努力。那證監會都做了很多工作，你如果說和內地的合作，香港方面證監也好，交易所也好，和內地監管機構的密切關係呢，可以說我看到的在世界上其他的、就是、jurisdiction 的法治區裏面是沒有的，是相當緊密的。那你說是不是那容易說就走了就不見了呢？都不一定。大概早幾年大家都記得，我們是捉了、就是、通過證監和廉政公署 的合作，是捉了一個人是坐了監的，在香港、是吧？所以有成功的例子，有些當然亦都是沉落去，亦都是有。咁呢個咧就相信好多市場都有。咁我知道證監同埋中國證監、香港證監同中國證監都係經常係有保持聯絡喺呢方面。對內地嚟講，佢哋都唔想見到噶，因為對內地企業嘅聲譽整體，即係呢個係一個冷橙，係嘛？即係影響到成個。整個即係大家對國內企業的看法，所以中國證監會都相當緊張的，我知道嚇。咁我估即係公眾會有一個疑問，就係話，譬如內地公司嚟香港上市，嗰、那個監管問題啊，所謂責任追究問題，到而家咧，我哋未見到一個明顯嘅改善。咁但係咧，我哋就跳出一大步啦。我哋就要做呢一個同股不同權，我哋都會引入生物科技，而可以預想咧，其實裏邊相當多都係內地公司。咁樣會唔會係一個好無盡嘅一步？我唔覺得兩個係應該點講係 mutually exclusive 啊，即係做呢樣就唔做嗰樣，或者係你未做呢樣未做到水清無魚，咁你就引進新嘅嘢。因為兩個第一市場的發展呢是一定要行的，市場發展我剛才說是有風險的，是我們而需要的。我覺得正確的態度呢，就是在這個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是怎樣做到最好，既能吸引新的企業來，而新的企業來了之後亦都盡量是減少他們就是違規的可能性，能夠做到的我們希望做到。但是就算你用另外一個比喻來說，你的警察團隊怎樣優秀怎樣好，都一樣會有犯罪的情況，是吧？那你說如果是將一些犯罪的情況你就影到整個市場，那當然是不一定是合適啦。那但是也都是不可以有那個期望咯。你說如果是做到完全就是在監管方面是天衣無縫的，所有人犯了法都可以捉到的，然後我們才去發展的市場呢，我恐怕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怎樣說呢，這個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咯，是吧？習主席上場之後呢，近這一兩年呢，就有四個字經常說的，金融風險是、就是已經反反覆覆說了多次了。咁我哋都睇得到咧，就係內地嗰個金融開放咧，尤其是係喺人民幣方面咧，其實係放慢咗腳步嚇。一個咁樣嘅方向轉變咧，其實對香港嚟講咧係一個機會定係一個壓力？我可以講咧，香港咧係好能夠適應內地嘅政策嘅。過去二三十年，我哋都睇到喺即係人民幣以外啦，就係內地嘅政策，佢開放我哋就跟住，就係跟住佢開放。佢如果係收緊嘅話咧，我哋要另外即係香港有另外嘅發展嘅空間，但係同時亦都係支持內地。佢如果佢話譬如少啲公司嚟上市，都曾經試過。咁所以點解我話即係面向世界係好緊要咧？我哋唔能夠好單一化，一定要比較廣闊嘅。是個內源要多元化啲，即亦都係咁解。咁我覺得內地亦都係有個周期性啦。咁而家人民幣嘅國際化，大家睇到好似慢咗，但係佢冇停落嚟喎。冇錯，係咪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咪照住我哋嘅能力，咁啊繼續去
探討呢方面嘅機會咯。展望未來啊，接任主席幾個月，喺你嘅治下咧，呢、這個港交所嗰、那個那個重點，嚟緊嘅重點會係、香港交易所係我哋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其中嘅一個品牌係嘛？好緊要要守住，即係各方面嘅水平操守，仲有樣嘢我哋都要好注意咯。多謝 Nora 嘅時間，我哋下一集再見。